好，终于声音有大声一点了。嘿嘿嘿嘿嘿嘿，然后咧，展开角色。啊，所以有哟。这款中文化就没有那个啊，都单机哦。我有听说哈，选远程比较好。风哥，请问一下，新手要选什么？是不是选剑士？啊，手比哟。あなたと一緒ならどこまでも行けます。どこまでもお供します。都可以哦。那我要选剑士。剑士才帅。剑士才够帅。是男人，就要选剑士。啊，有见识吗？有枪哦！不对，男人就是要选巫师。哦，你是选魔法师吧？我选祭司哦，哎，看得到哎，看得到，我是说看得到他的腿啊，快一点的话看得到，真的是蛮像霍尔的移动城堡，哈尔霍尔吧，哎，等等，可以装饰，我装饰一下。先换个衣服啊！发送是这个哦，这样就对的嘛。可以放大吗？不行，这样就对的吗？哎，他不会踢我哦。听说某款游戏是点人家胸部会被踢游戏。选妹子就对了。这看不到头发哦。这个好像不错哦，这个。死装很贵是不是？哦，对对对，是崩坏三，对对对。啊，我不能选女生当剑士哦。啊，好，算了，我选剑士。啊，这是什么？祭司。素晴らしい。好了，还是选我想要的好了。
緒ならどこまでも行けます。いい判断です。真の姿を思い浮かべてください。好，修我要的。哎，我现在的发型是长这样。我现在的发型是长这样。我的也有旁分，有点像。洗完头的时候我是长这样。好了，选剑士，跟随着自己的心意走。无道就是剑士，而且通常盖左眼，哦，跟冷剑白虎一样盖左眼。这种盖住眼睛的人哈，剑术最高超哦。冷剑白虎就盖左眼哦，冷剑白虎是盖左眼。一个剑士哈，把眼睛遮住，就代表他有剑术很强哦，所以他才有自信，有没有？自信把眼睛盖住。你看剑术很高超啊，笨蛋！高手的眼睛有一眼都是瞎的，嗯，看看索隆，嗯，鹰眼有瞎吗？鹰眼没瞎吧？是不是？啊，但是我觉得这样有点丑，我再换一个好了。盖索隆是盲人吧？这个我举不出一个例子出来。这个有点。选一个蓝发好了，这个哦，没什么胸肌，好，可以跳过了。操纵生死之手，灵剑白虎，啊，好丑哦！我真的，我头发真的长这样的，真的，我没有骗你，我头发现在真的长这样。这样好丑，不要。而且蛮帅的。好，我选这个。哦，眼睛可以改哦。写轮眼。这个是哪个眼睛颜色啊？看不出来。我不要，等一下你呛我戴绿帽。靠北中二，到底哪里中二了？好，就这样。哎，好听，我好久没有看到你了。这样好了。哎，伯仙。哎，啊，剑心啊，身为一个剑士，我们脸上一定要有刀疤。有刀疤代表什么？代表你的战绩很多啊，有没有？导致脸部受伤，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浪人？不是那个《神剑闯江湖》啊？啊，《神剑闯江湖》的主角都有一个刀疤啊！有刀疤的男人就是强哦、嗯。我什么什么装备不需要，脸上有刀疤有没有？你就赢了。对手一看到你上刀，哈哈，那你，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？喂、欸。剑心的那个外号叫什么？哦，男人就是要有刀疤、啊。这个，嗯，倒腮胡跟这个，啊，看你是年轻人哦，没看过《浪人剑》不是那个《神剑闯江湖》啊？对，宝刀斋，对，宝刀斋，看到这个刀疤，那你？你是拔刀传说杀人不眨眼的拔刀宅，有没有？人家都先吓到了，有没有？我们脸上有这个就赢了。那你贴个 OK 棒干嘛呢？对不对？千万不要 OK 棒，你小屁孩啊 ！OK 棒，哦，啊，这是什么？啊，这个挡住了。哎，这应该是那个吧？等一下。啊、哦，这就是锁了那个嘛？等一下，啊，我怎么一只眼睛是别个颜色？哦，好，这样。没错。这胡子好丑啊！这什么？哦，这个不要。这个哎，这个的那个好像是那个
死神的那一只角色是阿善井炼次，就是这个阿善井炼次，好，我选刀疤，对，啊，皮肤哦，体型可以选哦，那个男人哈，你就是要高一点，太矮哈，女生会瞧不起你，好不好？啊，太胖呢也不行，女生喜欢的是那种又高又壮。这样子好了，哦，这还可以调哇、哦！大头，大头正啊，装一点啊，我们要装一点，装稍微装一点，脚中等，腿，一个男人的腿粗哈、哦，代表什么？代表你的性欲强啊，懂吗？腿粗一点，你的性功能就好。我才不要当肥仔，手掌太大了，不好不好，手背粗啦，手背粗，越粗越好。皮肤嘛，皮肤像是什么颜色？啊，知道了吗？黑色有没有？你黑色就是又长又大，啊、越黑越长越大。你想要有那么大的size， 你在这边二之国，你就可以拥有到那么长的 size， 又粗，啊、嗯，选黑色就对了。但是我不会选，你千万不要选择白啊，白色也可以啊，白色也可以，白色的也是又长又粗。算了，这原本的颜色好了，然后就这样。夢を現実にしましょう。黑大粗，我这样会被 ban 啊，没有绿色啊，想穿个绿色都不行。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这好丑，穿个白色好了。哎、欸，这什么？哦，内搭裤哦。我总觉得这好像一个智障超人的感觉。这是变态吗？这粉红色，怎么觉得是怪怪的？然后这样子好了，这样比较好看。这样子，可是感觉衣服是不是蓝色比较好啊？好，就这样了。还是要黑色。好，就这样。